平川说电竞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FCOCO 的非主流对抗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本场对抗地图比较的大，看看 FKQ 是不是更多的发挥空间啊。好，首先看一下出神点位，地图三点钟位置是蓝色的人组 ID FKQ 大 Q 神。哎，本场对抗他选择的是双敲祭坛啊，并没有先造兵营。好，看一下他的对手，出生在大概地图五点钟位置啊，一个红色的兽族，那版本是 1.27， 兽族大概率是选择剑圣，但是 FKQ 居然没有选择火魔塔，因为他选择了双敲祭坛，他可能觉得小地图火魔塔比较好玩是吧，大地图什么血法师大法师发挥的空间可能比较大一点啊，毕竟是大地图是吧，搞事的空间也是比较的大。好，兽族果然 1.27 版本还是选择剑圣老大哥的一个首发，开局的话上殿兵营他都有。那 FKQ 呢还是选择了大法师，哎，不是血法啊，如果是血法师的话开局就可以钻树林是吧，给你透天塔出来，但是大法师的话大法师有可能他是速升三本的一个打法，看看是不是这么玩。然后大法师开局直接就往外面跑，他呢也没有去敲民兵。哦，这一局的话他是想去黑灯瞎火偷塔的打法吗？好，大法师直接往这边走，黑好可以精准找到对方的一个位置啊。那接下来的话大概率是下暴风雪了。 1.27 版本我们的插件呢暂时不支持啊，我们支持的是 1.36。 哎，转角遇见爱你敢信，大法师刚过来剑圣就出来了，哎，大法师腿累呀，我这个赢在起跑线把自己给快赢没了。好，大法师骑着马继续驾呀驾呀驾，可惜呢剑圣没有去追，那大法师表示你不追那我回来了啊，继续驾呀驾呀驾。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边，剑圣呢选择自己练级，剑圣心想我可没有心思给你驾驾驾，我得练级。好，大法师暴风雪来了，那 FKQ 的这套打法的话就是骚扰对手的经济，然后自己呢速升科技是吧，打的就是一个科技差啊。好，这个大技卡个位置，好，暴风雪砸，我就是不让你踩钱，嘿，我都升本了，你还没有升，是不是？哦，他也还没升啊，看见剑圣，心里没有底，那家里的话必须得多造一点塔，是不是？大法师啊，继续架呀架呀，那大技去追追追，哎，追不到我吧？好，看看什么时候天黑啊，天黑去买个鞋，我又可以开开心心的架呀架。好，兽族，嘿，还是比较的怂啊，补了第二个地洞，可以，地洞起来贼爽。那剑圣呢，好吧，打保留，打了半天没有打保留，打的是经验值。大法师继续绕啊绕，绕过来之后暴风雪又砸呀砸，哎呦，这一局的话兽族被大法师骚扰的很难受的啊。那接下来的话要天黑了，去买个鞋子呗。好，天黑两件套啊，鞋子单传来一波全都要，没有买单传，好，买了个鞋也行啊，跑得快。接下来家里的话升本两根塔，再补个铁匠铺，最硬的建筑造起来。这一局 FKQ 有可能是偷小炮偷塔的战术。好，大法师过来找个机会暴风雪，我下呀下呀下，小苦工嗨，无奈呀，我又得换个地方了。好，下完暴风雪他走，马上绕一圈他又来了。那我看一下剑圣，剑圣的练级效率也不高啊，这大技为你争取那么多时间，你这个练级效率对得起他吗？有点对不起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FKQ 接下来大法师该干嘛，买个单床不？买个单床的话就可以钻进去下暴风雪是吧，没有买的话不太敢钻，钻进去怕出不来。好，大法师没有买到哎，没有买到的话呢继续来吧。剑圣还没有到二，练级起来也是比较费劲。科技情况二本即将升好，这边的话房子卡住位置，哎，小苦工猴想去开矿了，兽族想去开矿，FKQ大法师继续下暴风雪。这兽族的话反应也是快啊，你来了我就钻是吧，配合相当默契啊。大法师呢身上的话这也是没有大技了，又有一个大技过来，没大技我就继续下暴风雪，那大技过来呢我又继续架呀架呀跑。剑圣这里小心，这野怪嗜血了，有没有钱直接放基地，嘿，野怪直接网住你啊，对于外来侵入者直接亡。剑圣开局，哦呦，打了个什么装备啊，打了个鞋子你敢信啊，确实这 1.36 版本玩多了，你看到野怪掉鞋子都很愣啊，有点懵。
1.27 版本还是有鞋子可以吊的啊， 1.36 版本就没有鞋子可以吊了。那大法师继续下暴风雪，好兽族家里特意留了一个大祭啊手。暴风雪砸了 N 圈，小虎公呢暂时是一个也没有死啊，大法师暂时零经验。好，二本身好，二发的是山丘哦，难道是素三本出施救龙鹰的打法？好，双龙鹰施救，这边女巫到时候也出一下。兽族是直接开矿，可以。兽族一看对手比较烦，那我开个矿吧，然后继续练。你还别说，这段时间剑圣的练级效率还是可以的啊，马上到三级。三级之后再买几个贵族头环，大法师可能就扛不住了。这边大法师有什么操作空间吗？没有升三本，二本出龙鹰施救，哎，这套打法难道想上岛？有点看不懂啊。好，兽族分矿开着，家里的话二本好了，放个兽栏，后面的话抽出点什么狼骑之类的，贼舒服。剑圣来了，一看人族是吧，卖的什么药啊？大法师在我家里浪了又浪啊！剑圣盯着你，哎，你要想去哪，我跟着你哦。山丘，好，鞋子给了山丘，那两个英雄要去练级了。练级的话，剑圣有可能过来抢。好，剑圣说等的就是今天。哦，练级不让你练。哇，这男巫还被野怪给网住了。好，剑圣咔咔咔砍一下大法师。山丘一个锤，完了 ，FQ 三个单位血都比较少。剑圣三级手起刀落，直接把男巫给干掉。哎呀，这一局 FQ 的计划落空了，他本来想是山丘出来之后疯狂练级，或剑圣一刀切掉大法师，这尴尬呀，野怪没练几个，结果呢大哥阵亡了。好， FQ 要不要升三本？现在资源够了，可以考虑升三本啊。这没有三本的话，出这个龙鹰师就差点意思啊，先出龙鹰。龙鹰的话，对手到时候出几个自爆感觉效果也一般般。好，兽族现在继续双线练级，这分矿开着，急练着是吧，剑圣守着。哇，这一局 FQ 不好玩了。这边的话先出男巫，后面找女巫隐身。龙鹰的话，这没有三本啊，没有三本的龙鹰感觉也掀不结什么火花呀。小歪双线练级，这边打了一个火智力加六 nice。 剑圣守着一看，嘿，葫芦里卖的是龙鹰的药吗？你说这单位输出也不高啊。那现在 FQ 还想练级，这大法师一级，山丘一级，零经验，八分钟零经验啊！对手的话已经是三级的剑圣了，3.5级。好 ，FQ 来来来，单车变摩托啊，练个大点。那剑圣又可以开始抢了，龙鹰也来，这里要不要撒个粉啊？你不撒的话很危险哦。剑圣嚯，浑水摸鱼又抢了不少东西，好，赶紧锤一下剑圣。小歪也来了，兽族大部队过来，这一波是不是要包饺子了？男巫又被切掉，大法师暴风雪砸一下 ，FQ 腹背受敌。你打兽族，但是野怪也不会饶了你的。好，这里打了一个力量加六，完了，大法师哦，幸好买了一个飞艇，可以。FQ 还是比较冷静啊，关键是整个飞艇保持个大哥，哎，看能不能把剑圣给秒了。哦，剑圣跑了，要不要撒个粉？好，现在龙鹰有一个空中优势，对手没什么对空能力，大法师下来小心哦，哟，大法师嚯。剑圣一刀下来，大法师直接一丝血，还敢下来不？现在的问题是龙鹰的输出有点低，大法师的话输出可以不敢下来。哦，自爆已经来了，嚯，啪啪，龙鹰要爆掉，这大法师也阵亡了。这一局有点大快人心的意思啊， FKO 感觉干啥都不顺啊，这一波 FKO 差点全军覆没，幸好山丘跑了。大法师这是第几次进祭坛了，家里继续转龙鹰。那兽族这一边双矿运营好，都要三本都要升好了。这一局兽族等级领先，装备领先，科技领先，资源领先，完了四个领先，这怎么玩啊？ FQQ 现在的话龙鹰好，有女巫了，倒是给剑圣来个缓速。小歪呢双线练级三级了啊，这个等级确实有点高。好，大法师再一次复活， FQQ 表示我还想练吗？都没了，那重新再找个点练。好，有飞艇，要不上岛。哎，上岛了，这 FQQ 自爆，小心啊，对手自爆一过来你这边要坠机。
哦，看看剑圣已经看在眼里了，自爆已经准备好，这一波要埋伏了。大华这是正好有 TP 的啊，这没有 TP 把你这个撞完你就回不来了。那兽族直接过来进攻了，嘿，趁你不在要你命。 F 哥表示，哎呀我都想练了，好还是要练。这一波往不了这个十级红龙，只能往这个三级的小龙，那就慢慢打伤害。但是家里好像有点撑不住了呀，龙鹰你敢过来吗？ biu biu， 哎哎，没有追过去，可以，这个龙鹰还是有点硬啊。好，这个十级红龙太扎实了，龙鹰好像有点打不动，大法师现在输出也是有点抠脚。那另外一边 FQ 的家好像要被剑圣给拆没了，这幸好对手没有狼骑啊，这有狼骑的话真的把你家给拆掉。好，民兵敲起来，一根箭塔，这个输出好像差点意思，要不箭塔手动控制把对方的队把这自爆先给点了，后面龙鹰就有发挥空间。这个十级的红龙打得很费劲啊，山丘啊，山丘不能对空，尴尬，我大法师撑不住了，赶紧回城，再不回城家都没了。十级红龙没有练掉，哇，这一局 FQ 太难受了。哎，剑圣有没有能秒？剑圣魔法值现在不太够，有机会把剑圣给秒了。好，剑圣可以，四级剑圣秒了，嘿，可以，这个 TP 还是有点用的啊。好，另外继续上飞点，把这个十级红龙给解决一下，可以。兽族也开始玩蛇了啊，四级剑圣给送了。不过现在兽族家里资源太给力了啊，双矿在手，哇，三兽蓝暴兵 FQQ 继续未完成的事业，十级红龙是吧，千万不要辜负我啊，我都练了你好几次。来看看大法师能不能升到三级，这个红龙的经验值十级红龙啊，必有可以，三级大法师，三级山丘，我这一波练级练得不错，大法师三级山丘三级了。 FQQ 哇，可惜主矿被搞得很难受，没有三本啊，二本龙鹰，现在对手的话要三兽蓝出自爆，感觉有点撑不住啊，三兽蓝出自爆，这边自爆扛不住，大法师三级不得给力，山丘还可以啊，三级给一个剑圣稍微帮一下。好，兽族现在几个自爆，一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六个自爆，可以啊，自爆的数量已经慢慢起来了，八个自爆。剑圣买了个迷你基地，哇，又要开矿了啊，三矿打一矿，大老师把风雪继续，哎哎，龙鹰龙鹰要不要被野怪给弄死了啊？女巫的话手动控制，好时候手动控制减速，农民一个上岛开矿，兽族迷你基地开矿，好，这个效率是真的高，哇，这自爆的数量太多了，那这自爆过来 FQ 有感应对吗？家里的塔还没有好，那兽族这一波又要来了。四级电球剑圣，哎，口子卡的还好，可惜有空军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 FQQ 这边几个龙鹰啊？四个龙鹰哈，远远不够啊。那这边先把这个六级野怪给清理一下，山丘三级现在还是比较给力。哦哟，兽族直接已经拆基地了啊！听说你口子卡的好，我直接拆基地好，山丘升到四级。大法师没有 TP， 那这一波要慢慢走回来。小农民不知道能不能修得住啊，现在这个资源已经有点撑不住了。哎哎哎，一点二七版本你生好燃油是修不了的，一点三六版本生好燃油是可以修的，一点二七版本燃油还是猛啊，那一旦燃油修不了基地直接倒。好，回来 biu biu biu， 四个蹦蹦蹦蹦全没了。这边石头人招出来了，我们看一下 FQQ 这一波能不能把对方给反打一波。好，秒一下小歪，小歪身上的话有没有 TP？ 哎，没有 TP， 看到了，秒了。好，小歪贴个加速，这边的话女巫手动给他来个继续来个缓速，要不杀山杀剑圣吧，但是剑圣有疾风步留不下来。哦哟，这一波剑圣成功吸引注意了，让自己的小歪撤退，那 FQQ 腿了呀，重新造基地，现在的钱九十多块钱，对手只要再来拆一次 FQQ 就没了。哇，这一局 FQQ 打得太不顺了啊。好，剑圣一看，哎哎，直接砍一砍，敢不敢现身？好，直接来了，完了 ，FQQ 这在外面啊，家里资源本来就不多，六十多块钱，马上就没钱了。自爆也来了，完了，自爆一来，你这个动得了吗？啊 ，biu biu biu， 农民动不了了，完了 ，FQQ 取消，回了310块钱，但是不够啊，锤，能不能把这个山丘给秒了？女巫缓速缓速缓速，好，这里锤了一下，石头人锤了一下，把剑圣给秒了，可以，游戏可以输，剑圣必须死，可以，剑圣拿下双四的一个等级，但现在的话要不卖波道具，
FQQ 还是大数位机器，可以。虽然我游戏输了，虽然我一直打得不顺，但是最后把你剑圣给秒了。FQQ 大数位机器，我们恭喜这个兽族。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啊，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